今天是2023年的7月7号，我们下午呢，最后收盘的时候低于了3197点上证指数，所以周线的九转序列第九，周线的九转序列的第九是有效的，并且在阴线上形成，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，请看文档的第一张图。今天下午呢，我说是吧，这别找了，周线第九如果落在阴线上，它的标的是3197，对不对？标收盘3196，非常好非常好，只低于一个点，对啊，只低于一个点，但是它的低位收盘价格的低位落在了九上，如果是3198就涨两个点，它的低位落在7上，序列的效果会不好。所以当周线出现序列第九的时候，你看前两次啊，第九，这次是十是吧？效果都非常好。假如说它收在了3197点之上，下午有一波是上涨，我当时说，我说这个涨也不差这一两天，今天下午最好还是下跌的。昨天我们也讲了这个3197点，它如果收在3197点之下，序列第九，并且在阴线效果比较好。那么假如说像第一次是后面直接上升，假如说第二次它最多后面还有一个低十，后面直接上升，就是要么下周开始涨，要么下周呢再调一周，大下周开始涨。这个九还是很关键的啊，这个九还是很关键的。好，看下一张图，这个上证指数日线啊，就是上一次它就是在第六出现的收盘价格最低，然后呢又来了一个十，对吧？来了一个十，现在呢直接是九在低位。然后上证50指数也是一样的啊，稍等。所以呢，今天的收盘价格使得两个指数周线出九已经写死了，历史上不会抹去了。有些时候它的这个序列是变的，对吧？周一的时候，包括就本周初的时候呢，一度还曾经消失过，就低九变成了高一，形成周线的九转序列的低点是很难的，不是一般的难，是很难的。所以呢，也不差这个半天，对吧？这半天呢，我其实想法呢，就是这半天最好是不涨。有人说，那满仓为什么不涨？巴拉巴拉一顿话，不涨是因为后面更好的涨呀。那至于为什么，在昨天语音课讲得很清楚了，是不是？你还差这半天吗？未来差不多一周左右的时间都没有操作的呀，这半天就算涨，它能涨多少呢？是不是这道理？这周五这半天吗？今天收盘收的，我认为啊是不错的，刚好低于3197点一个点，很不错啊，很不错。然后再向下呢，分钟线是有和日线呢是有新的底部钝化的。所以向下的空间是比较小的，不用太担心。只不过呢，原来说二次结构的概率变小，现在二次结构的概率变大，等着就行了，来二次结构就来呗。钝化消失纠错，但是预计啊，80%这次操作不需要纠错，因为钝化的幅度比较大啊，很难纠错的，所以不用太担心。下面的时间呢，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。什么豆瓣评分10分拿不去，你这点就不大盘了。是的，再向下会有新的结构的，再向下会有新的结构的，但是需要两根红小线，需要两根绿小线。嗯，周三之前不会有。沪指上一次周线收盘价格高于低吸，
对啊，刚才说这意思嘛，就是这意思嘛。但是也不是说因为高于第七，它就一定会有第十，不一定。但是呢，现在来讲呢，就是说八、九、十三个数字，现在九是在阴线，所以它的效果是好的，好吧？它的效果是好的，但也不排除再出第十嘛。但很难出现第十一是吧？第十一，先下周再忍一周呗。厄尔尼诺有周期吗？有呀，跟季节周期是一个循环的，对吧？厄尔尼诺，网上搜厄尔尼诺现象。但是呢，这个我不知道记载的准不准啊。我上次看呢是最近30年厄尔尼诺现象是31次不32次，如果这样算的话呢，它就不到37个月。好吧，就是不到了这个平均的话呢，差不多就是36个月左右嘛，就不到43个月啊，不到43个月。最近30年啊，不对，最近30年应该是差不多，最近100年我忘了他统计了，差不多3年一次啊，我上次算了一次啊，差不多3年一次。但他的统计可能这个厄尔尼诺现象统计的不准，但今年呢这个普遍说目前是处于这个厄尔尼诺现象，气温越来越高。沪深三百、深成指、创业板指数，如果二次筑底，就不会是一时半会儿了。你说的对，你说的对。但是呢，交易是讲规则的。我们是按上证指数来的，上证指数呢没有出现钝化消失就不纠错。他们爱走怎么走？他们如果创新低，你别说这个沪深三百、创业板指数或者深成指，上证指数创新低也不是一时半会儿了，对吧？新低是3144点，现在呢是3197点。也不是一两天就能说到就到的。问题关键是在这不创新低呢，回调之后上升呢，对不对？你有什么办法吗？那正确的操作不还是第一次形成结构就操作吗？你管它后面会不会创新低呢？管它干嘛？厄尔尼诺大年啊、哦，有这种说法吗？豆瓣评分89分，追光的日子哦，谢谢。最近没有好剧是吧？我现在看的甜宠剧《长风渡》，甜宠剧呢就是给傻孩子恋爱脑看的。就是看这种剧的人不需要太头脑。就是以前呢，我以前呢，就是说就不太理解啊，为啥那些偶像剧啊什么的，它那个剧情过于简单，就毫无新意。但实际上呢，就是这追剧的这些人呢，他得分群体。有些人呢，真的不需要动脑，就看到剧还动不脑，没意思。就是无脑剧，无脑剧就这么来。他们喜欢无脑剧，好吧？如果这次需要纠错，对个人需要评估能否扛住。你扛得住扛不住跟我半毛钱关系都没有。如果系统出现需要纠错，我就提示纠错，关我屁事儿。你愿意扛得住就扛得住，扛不住你就扛不住。你以为你是谁啊？上任五人季线区的技巧，稍等，我看一下。太少见了是吧？这个周期太少见了，你们可能都不知道在哪调出来，在这个右部中下角有一个周期选择，在那点右键才能调出季线啊，一个季度一根线。季线自由史以来，由中国股票历史以来，由中国股票历史以来啊，有上证50股票历史以来，指数历史以来，
对吧？04年到现在20年以来，首次极限。记住啊，记住，好吧。老徐脾气越来越大了，和16年不好比了。我呀，熊市的时候呢，不得不怼人；进入到牛市的时候，自然就脾气好，大家脾气也好，好吧？有些时候是不得不怼。你呢，不要管我的脾气好还是坏，跟你没关系。你又不是我那谁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你下了很多的这个结论，是吧？你说你不怼他吧？他天天在那说丧气话，会影响到别人。所以在我的学员区里呢，你要实事求是的讲是没有关系。但是假如说你这个各种情绪化的这种发泄，对不起，一点都不带劲，给你怼到爆。就是学员，其实学员区就这样。你像。你今天看到的在阳线是看不到的这种情绪化，对不对？涨的时候是看不到的，只有在跌的时候才会看到。这些人就是怂，就一个字怂，他受不了。按理说你作为一个正常人来讲，每个人都会有挫折，顺风期逆风期，对不对？逆风期的时候有人，对吧？他就能扛得住，微微一笑绝对不丑，是不是？那范伟人微微一笑绝对不丑，有些人就不行了，谈到骨灰盒就站不住了。这是承受力的不同，但是呢，如果只是一对一的，你爱怎么说怎么说，我都不理你，我看不过去，但我也不怼你，看到就怼你。今天我记得谁说的来着？我还说你别打岔，别耽误我怼人。老师那句你眼中有光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我也忘了。眼里有光芒，心中有理想，和你喜欢的人一起活成你想要的模样。再一个呢，就是说被我怼的人其实能够感受到压力还是挺大的，对吧？我要是不怼你，等到下跌的时候，你就看那学员区都没地儿要去，一个一个的都跟那啥似的。所以管理是必须的，好吧？这跟脾气好坏没有关系。跟生不生气也没有关系。我没啥生气的，对吧？有什么可生气的？人我都没见过，也不知道是谁，有什么可生气的？那管理归管理吧。怎么的？想起了那个，稍等，想起来那个亮剑是吧？青年连长训练新兵，赵刚政委说不许打骂体罚战士。然后李云龙说你就给他跪下，他们说求打你好好练吧，扭头就走了是吧？你们记得那段吗？
那教室里人不管，你看他管用吗？你们觉得管用吗？是不是？所以呢，你不要管我怎么讲课了，对不对？我讲的课比你讲的课多，好不好？目前来讲，大盘问题不大，持股在涨，也不能说买进去必须涨，跌点咋的？不行啊，大盘你家开的啊？等着吧，持股在涨。那是电视剧《超级黑军队》的，这个可能这几年的部队我不知道什么情况。我原来去过部队一次啊，新兵是会被老兵修理的，就欺负的。国外我前两天看报道，那个美国那边的士兵也是这样，新兵会被老兵修理的。这几年我就不知道了，好吧？我去的时候是7年左右。老师看过印度股市吗？看过呀，香港看过呀，日经225看过呀，什么没看过呀？日经225那是多少年没有过的历史高点，这都过去了，是吧？所以大家就耐心一点吧，是吧？这跌了100多天了，今天110天了，这个跌了100多天了，不能总跌呀。然后呢，速度是慢的，走了个 ABC， 有了个日线结构，这个地方做的有长期啊，无非就是现在不涨呗。二次结构咱们一开始也说过，对吧？不排除二次结构，但目前来讲你也不能肯定它一定二次结构的，等着呗，是吧？等着呗，下周大概率没操作，满仓持股再涨，大盘向下的风险不大，核心的就这几句话，好不？不多讲了，我们今天的课程到这里全部结束，祝大家周末愉快，咱们下周再见。